我是刚从午门过来，今天不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吗？所以趁着这个雪景拍拍咱们这个故宫，拍拍鼓楼，一会儿去景山去拍这个故宫的全貌。第一场雪正好也是看看这个整个的雪景啊。从天气预报开始说是周日开始下雪，我就一直等，完了昨天晚上都12点了，我起来我看开始下了，我就觉得今天早上应该雪景很好，所以今儿一早7点多送完孩子上学，我就过来拍来了。那看到这个初雪，这个心情怎么样？心情很好，这个今年这个各种的这个不顺吧，争取这一场雪瑞雪全都给他送走啊，明年24年越来越好。我今天早上8点多过来的，期盼已久的雪吧终于来了，因为古建白雪非常漂亮，所以我今天早上特意过来，然后来拍这故宫角楼的雪景。今天非常好，我觉得今天呢，而且你看拍的人很多，大家反正都很高兴，然后我这边也挺想多拍点片子吧，很兴奋。应该瑞雪兆丰年吧，然后预计着明年应该更好。大家开开心心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